大家好，我是翁蹦。本部片来分享一下我们姜饼人公司第一社全新的 VR 作品 Cookie Run The Dark Knight 的这个闯关游戏的游戏官网正式上线了。就这阵子啊，各位玩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第一社不断的在把姜饼人 IP 推广在各个面向，那包含像前阵子的那个 TCG 卡牌嘛，然后这一次的这个新的 VR 作品是没有在 DevNow 上面有提到的，所以目前未上市的游戏总共的话是有一个那个Cookie Run Oven Smash 嘛，然后再来还有一个是 Project B 已经证明为姜饼人之塔了，以及还有那个 Witch's Castle 就类似像消消乐的女巫小镇，还有最后一个这个 VR 的作品的 Dark Knight 哦，目前的话总共就是预计是在2023年的年后或者是2024年的年初，总共会有四款作品是会推出的，就各位玩家可以期待一下，那顺便也可以理解一下就是第一社最近他的火力是放在哪里。就身为一个王国的老玩家，看了第一社最近推出了这么多的游戏，心里面一半感到开心一半感到难过，我不知道多数玩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想法。好，那来看吧。这一款游戏的话，它最主要其实就是勇敢饼干一行人要逃离女巫的城堡，好，接着会有陆陆续续一大堆的敌人来进攻，吼，就是一个那个闯关的游戏这样子，一个关卡一个关卡这样来突破的，吼。那整个的话全部都是要用 VR 来操控的。那比较特别的是，他把勇敢饼干的这个手做的好写实哦，这个就是碎掉的饼干呐，哇，我的天呐，太惊人了吧，好。那这边也可以看到游戏目前整个的那个萤幕截图，就是给大家来看一下整个游戏的状况。那影片的最后的话再来放一下我们相关的预告片，所以看得出来它应该是除了勇敢饼干之外它也可以玩其他的角色吧，不然这个是勇敢饼干吗？这个感觉也不是啊。好，大概就这样子了。然后最后第一社这一边它还有新增一个 Fresh Dow 的这个工作室，就总共第一社目前的话是有四个工作室了。那这个工作室目前看下来，它专门是用 VR 部门的吼，一些创新部门这样子，就大致上是这样。好啦，那我们影片的最后的话会播预告片嘛？那还是看看各位玩家对于就是最近第一社的一些操作有没有什么想法呢？就包含像王国的财报海卷走了一堆玩家，然后现在开始陆陆续续努力推出新作，跟大家讲说我们在2023年年底跟2024年年初。预计的话可能就真的会推出以下这几款作品，不知各位的看法是什么，欢迎来留言吧。好，那就播一下这个游戏的预告吧。那我是翁蹦，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You born again. They are all waiting for you.It won't be easy. Wake up, Ginger Brave. Make our wishes come true.